你好，你好，今天这集非常非常的刺激，现在眼前这四位大男孩要来一个减肥比赛。为什么会有这场比赛呢？阿婷来帮我解释一下。反正就有一次姐夫在群组，他去量体检，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他181公分，84公斤，然后我就骂什么姐夫胖子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发现他现在差我7公斤。所以姐夫现在受到非常大的打击，他决定要来展开减肥计划，然后同时他想要拖他身边的这三位兄弟一起。应该说在座各位都有变胖啊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待会他们会穿同样的一套衣服，对，然后去量体重，对，然后我们一个月内的时间，谁减最多公斤，就可以获得李好李后提供的5000块奖金。还有，哎，这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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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000。李李老了，李李老了，李李老了。二月哈，我们有情人节的活动，厚馅饼干啊，如果大家都买的话，我就可以。对啊，我就加了2000，厚馅2000，刚好1万。总奖金现在来到10000块。对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2号，所以我们会比到2月2号哦。你们减肥过程就自己拍影片再传给我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打算要吃。来，我们现在先去量体重，走。我们阿婷现在站上体重机了，92.7公斤。好。来，我们第二位选手姐夫是86.7公斤，差6公斤。他胖成这样，我就莫名的火哎。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把握时间。哎，水饺煮好了吗？姐夫没有用。大家活。哎，你儿子在这边，你不要叫你儿子。活动进行。啊，可以退出比赛。第三号选手 Ken 的体重是78.5。他几天前跟我说他才76。我们第四号最瘦的选手老吴。72.9，我们现在各自带回去房间访谈一下，问他们有什么计划，或者想要瘦几公斤什么的。我们刚量完体重，然后现在一一带开。我们一号选手阿婷，想要先请问一下，你人生最瘦是什么时候？我记得我从高中开始最紧绷的时候有108，然后最瘦应该就现在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比赛？也是为了拿那个10000块，一个月10000块的奖金。所以说不是为了你的长相身材，是为了那10000块的奖金。也有一点啊，如果说能再瘦一点，当然是更。那这个比赛当中，你最不看好谁？其实我觉得问题问得很艰辛，真的很艰辛。我觉得是老吴，我是觉得他可能是最瘦的关系。我不知道这种一种感觉啊。你现在看着镜头，对一个月后的自己有什么话想说吗？你很棒，你做到了。你确定你做得到？你直接减了快10公斤了。但我跟你讲，一个月要减10公斤，那个真的是不是正常人在用的。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一号选手。对，10000块，把持住。二号选手姐夫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人生最瘦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几公斤？67的样子，20岁左右的时候吧。哇，那你10年来整整胖了20公斤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参加这个比赛。哦，因为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比赛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瘦了下来，只是我缺少一个动力。第三个问题，你觉得这个比赛中你最不看好谁？Ken，他也是半被逼迫来的，虽然意志力没有我这么坚定。哦，对。整个四人组里面，我意志最坚定。所以你言下之意，你很有信心拿到这10000块？可以啊，应该我的目标应该是10公斤啊。好，那现在请你对一个月后的自己说一点什么话。你还是做得到啊。哦，好，做得到，这样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三号选手一坐下来就叹气哦。是是。来，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，你人生最瘦大概是什么时候？5、6年前吧。大概几公斤？60公斤。哇！我刚有找一张我6年前的照片。哇！你那个脸是 V 到一个。这个是谁啊？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参加这个比赛？我是觉得我是真的有点变态胖，大概是这2年暴增了10公斤左右。所以你没有被半强迫下来参加这个比赛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就是。维持一下体态也是好事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最不看好谁？阿婷吧。阿婷，为什么？因为阿婷那个活动比较多，她应该很难避免那个应酬。最后，你想要对一个月后的自己说什么？嗯，你真的很棒。你已经做到了吗？这样应该可以的。赚到10000块了，是不是？希望可以。OK。我们最后一位选手老吴，我想要问一下，你人生最瘦是什么时候？刚来台北的时候，带几公斤？
六七。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参加这个比赛？为了怎么？为了几万块？所以是为了钱，外在因素。没错，因为太久没有 Ken 的感觉了。那这个比赛你最不看好谁？我觉得是 Ken。但我可以讲我最看好吗？我觉得最看好应该是就是我或是阿婷，因为我们都还没有三开头，就是那个叫什么、代谢，对，代谢真的会很好，因为很多朋友说只要一三开头，代谢就是会变很 差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对一个月后的自己说什么？我那一万块买一双鞋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男生鞋都越来越贵，一双都要一万块。恭喜你拿到一双鞋子，好，恭喜，好 ，OK， 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。今天是减肥计划一个礼拜多了，那就只能看着人家吃姜母鸭，但太想吃了，所以就只能吃点菜，那汤就不要给他喝好了。有，很有决心哦，已经动起来了。今天是减肥比赛的第二天，昨天也是吃好料，今天也吃好料，你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？会啊，所以我今天早餐的时候几乎早餐跟中餐几乎没什么吃啊。你的策略？对，我整天的热量不要超过太多就好了。对，我一整天，像我早餐只吃一颗蛋。反正姐夫他们应该动不三公斤。今天不动头。今天是减肥大赛的第三天，除了平常戒淀粉，今天加上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训时间。我来看看第三天体重多少。你现在的减重计划是什么？饮食方面不吃淀粉，青菜的肉吃到饱，不喝饮料。有用吗？一开始还蛮有用，但最近好像遇到一点瓶颈，所以我决定加入一些运动。胖的比较明显的是肚子，所以我想要针对肚子去做，所以我选仰卧起坐。然后我的目标是每天都做100下。究竟谁会赢得最后冠军？即将揭晓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号，也就是我们要来结算体重的日子了。一个月超快就过去，咻一下，然后中间还隔一个过年。对，那刚好因为这个礼拜假日我们要出国，没有办法集结大家，所以我们会在今天到处去量大家的体重，然后最后会再集结大家一起公布总冠军。而且我们给西都带好了同一套衣服，然后同一个体重计。对，第一个要量的是姐夫，对自己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不要变胖就好。里面最有信心的，后来发现没办法执行了。因为我一个人减肥，我的小孩、我的老婆都要跟着我减。好，怪小孩，怪老婆，先去。你先去换衣服啦，哈。跟你讲，姐夫一定60公斤。为了防止你们夫妻有这种行为，所以我们自己自备好体重计。他们抢钱夫妻档，他们是可以乱用体重计。而且我们那套衣服也准备来了。讲年糕炸好，你们先去。你们先去。哎，你的原始体重是86.7，现在来看一下姐夫。84.3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是手表的重量。好好，给你脱，给你脱，内裤5公斤，第二次量。哪有人内裤这么重？你看我在尿尿。84.3，一模一样，不好意思。你这个不准。我看，我旁边65.9，没有那么重的。有啦，阿姨有。我骗你了，我上礼拜感冒去医院才52。女生第二季再邀请你来。我不要参加。第一站量完了，接下来哈三四站大家自己要准备好。出发。第二位阿婷来量个体重。我还记得他一个月前的影片，告诉一个月后的他自己：“你很棒，你减了10公斤，这10000块你拿到了。”你很棒，你做到了。知道我输了，但是没关系，至少我培养，慢慢在培养运动的习惯、精神的。来，体重来到91.3，他原始体重好像是92.7。我们第三位来到老吴他们家，现在要来让他量体重。可以，大家看一下，他这个裤子已经松掉了，连量都还不用量。他的初始体重是72.9，看一下几公斤。啊！开口？怎么会？69.2。69.2，没关系，因为你还是很多了，有可能会冠军会出现在你们家，应该你还是有得拼，应该就是我们家了吧？就是我们，我觉得就是你们家。我们现在最后一位要来量体重了，我们等他等到晚上快11点了。我觉得 Ken 直接肉眼可见的瘦了，来哦，原始体重78.5，请上秤。哇哇，71.1！哇，他是我最不看不好的，最不看。
为什么要人身攻击？瘦了七公斤 ，Yeah， 男生一个月，而且他是一个月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干嘛？下一季啊，第二季。要赔多少钱？我直接拿。我觉得他们四个人其实阿婷我不知道啦，但是就 Ken 啊、姐夫啊、老吴，我觉得他们都真的很努力，他们不是在开玩笑的。那我直接跟你说，阿婷没什么在努力。老吴是每天每天都在做运动，而且他都是大汗淋漓的那一种。我们终于集结了各位要来拍这一集减肥企划的结尾。呀呀呀呀！我们先来公布第三名，第三名是姐夫，拍手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总共减了2.4公斤。哇！其实老实说，一个月2.4，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就是有努力的。再来，我们公布第二名，老吴3.7公斤，拍手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对，我们现在来公布第一名，也就是能拿到奖金的这位同学 ，Ken， 7公斤，哎、欸，7公斤等于减掉一个小孩了、欸，哎。Ken 这位选手是我肉眼看得出成果的一位选手，他整个下巴瘦了2圈，他整个变成干瘦去了。要先颁发奖金，还是我们先踏罚最后一名？先踏罚，先踏罚好了啦，来，心里会比较安慰一点。OK， 那我们就来先踏罚我们最后一名阿婷，第四名。总共只减了1.4公斤，根本就少吃两餐而已吧，一个月耶。重点是你还记得受访问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吗？他告诉一个月后自己他很棒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，你很棒，你真的很棒，你拿到了那笔钱了，节目效果吧。恭喜第一名 Ken Ken。减肥计划其实就是大家好玩啊，然后是他们自己四个也享受，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健康最重要，享受也享受了。好啦，我们真的就恭喜 Ken， 然后也谢谢其他参与的这三位，我们总共四位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集见喽，大家拜拜。第一名，但是他里面奖金没有你的5000块，他请款。你第一名，对啊，他请款。你怎么可能第一名？以前先排我第一名。哦。减最少的也会有多少？对，有5000。给付现还是转汇款？怎么给啊？看，要么用烧的啦，要么怎么样啊？啊，我们另外一张，你们去找啊。哎呀，掉下去的，哎呀，在魔窝里。够了。你是紫薇哦。紫薇哦，紫薇。来 ，OK， 成功，付款完成，完真的，来交易成功，我们都完真的，完真的，来这边我们Nino执行长，请大家去按赞、订阅、加关注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还有去买Nino产品，对，我们Nino的产品，接下来会有新的产品。哎、欸，下一季换我们女生啦，白痴哦、喔，不要啦，他们说他现在是人生最巅峰，所以才应该现在这时候剪呐、啊，好，豆豆，豆豆，你要一起、啊。你们请，你要看这边有个辣妹，辣妹不需要剪，常常也跟大家拜拜，拜拜拜。